down.现在我们这边当地的local的哈士哥，他们在比赛，在跑。啊，这里是晚上的时间，然后现场有很多人。也没有很多人啊。 加进去的时候可以在家里休息，然后休息是不是？然后申请班暂停，哦，是红白色得分嘛？白色得分，可是他刚刚 miss 掉。哎，为什么你是天然腮红的那么维持那么久？对啊，你的天然腮红了那么久，红啊！哎，森田公子，吓死人了啦！当你的阿Ben。 我应该没有脸红吧？我那个最高角度不太好。张什么晴？张雅琴。高角度。张雅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真的最高角度了。真的假的？我最高角度。哇，现在超艺术的哦，那个。下。 他原本踢球是可以踢的，他是哦，很难踢到那一边。哇，这人很胖哎、欸，他是前锋，真的假的？他是长的啦，看这样子也知道是长的，防守组的，这个小子是防守组，你看撞成这个样子，这人被他撞到的状态啊。 下雨了呢，毛雨，那是地哦，真的。本来哎，真的在跳，之前他们好壮感觉哦。什么电影里面动作很瘦，为什么这里看起来那么壮？你看那有啦啦队。壮。 从那边走过去啊，有绕很远。对啊，绕太远。哦，绕太远了。看一下现场，现场没什么人嘞，警察小弟。因为都是小孩耶，干这男的脚是交开，你看瘦太恐怖了。是啊，哎，这比那个谁，比那个 Jeff 还细耶。 特写，你看这三十号，大家震动的观众看一下他的脚，我靠，这恐怖死了！这如果被撞到的话，脚应该断掉了吧？如果被旁边这个74号撞到的话，脚应该会马上断掉。你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折断。今天风还真大。这些高中生真的是发育不全哎，好瘦啊！对啊，发育不全哎，怎么那么瘦啊？好，那边瘦的，很讨厌哎。哎，你现在就可以进去打啦。对啊，你可以去打。就撞到。
Hurt dog, first down.下个赛，因为我们他们这阵上应该没有外国人在那边吧，他们都知道嘛，应该不知道啦，因为有些人还是没有看报纸的习惯，走一次而已，而且上次几乎被我买光了，也没什么存的啊，库存。 对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对啊，踢来踢去，然后还打了，还打了巴掌。Yeah, how did you know? I put your satellite up. Oh, really? TV.